温婉啦，光是戴这个头套，我已经快发火了。我本来想说我脾气最好的，没有没有，头发都坏了。看你戴你的那个头套，感觉很紧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头太大了。没有没有，头发比较蓬，头不会大，脸是啊，没有这个单元也不大。不大，这个单元找我来就不对了。不不不不，我这有名的温柔婉约啊，人如其名啊，温柔婉约，对不对？这样要骗通告。我温柔婉玉，文婉。你看盖一拜你就唱歌啊，你啊。对啊。啊，一盖就惊啊！你看我单身十年超过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被行塑就在恰北北。其实我私底下真的很温柔，我是小鸟 and 伊人。对，真的。他有时候他有女性的那种刚毅，嗯，但是他的前夫蔡尚基嘛，就讲啊，真的吗？尚基，太逗了，没赖哦。我这边海外都叫你前夫了，我要讲一下我的事，我要讲一下我的事迹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我真的脾气无盖后哎。有一天呢，我就接到了某周刊的电话，你跟文婉姐，我们接到爆料，爆料，安娜安娜这边爆料，跟你有关你的私生活，哦私生活哦，来来来，什么事？你讲哦，哎你有关于你前夫蔡尚。相机，我好，蔡尚基，蔡尚基，你怎么都不知道这样？对对对，我就笑倒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哈，就你哪里听来的？他说反正就有人爆料嘛，然后有人爆，我就说，哎，你应该年纪很轻哦，嗯，这跟年纪轻什么关系？我说。不是嘛？啊，我就继续这样和颜悦色。记者啦，你说拜托，人家来爆料，我们就要来问呐、啊。我说，可是你总要过滤嘛，你要有一点 common sense。你要去周边要访谈的，只要蔡尚基怎么会呢？别人讲还不会，你讲合理，因为人家资深的记者，对呀，他脾气真的很好。啊，哥哥，我跟大家讲多夸张，我已经解释完了。第二天的标题出来就说惊。哦，我讲，他就说金吕文婉前夫蔡尚基，我跟你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太夸张，因为里面就是有澄清嘛，就已经跟你澄清了，你还要金。可是标，然后最可怕的是 TVBS 三立全部惊惊惊惊惊，我就说根本就不是。然后到最后，你知道吗？没问题。后来我还是原谅他，原谅啦，因为连谢振武都跟我讲说，吕文婉你。诚实跟我讲，我这段时间没看到你到底做了什么傻事，他以为我又嫁了一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真的以为就是变蔡尚基是我的这个前妻，所以你看我也没有事啊。对呀，你讲这个时候，你有没有考虑蔡尚基的感受？都没有人去问蔡老师求证。这个伪村长，伪村长夫人，对不对？不是有个什么这私人，然后就说他是村长夫人。不是，哥哥，你听我讲，我没办法去这个。顾虑到他的感想，要顾虑我的感想。你老公啊，我前夫啊，比方说啊，这个吴宗宪哦，我就送哎，对吧？就是姐姐蔡尚基，就是气蔡尚基。如果有人讲说你的前夫吴宗宪什么，哎对啊，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哎，怎么样？那什么意思？铁杵磨成绣。找个位置坐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来看一下红水嘞。哎呦，哎呦，哦我，哎呦，哎呦，买不要不要，来来，塔位不要弄那么高，不方便，要坐垫。这请素席，可是我有羞耻心的。好，我这样三对了，三厉害了，你怎么会怕内脏呢？啊，你自己有内脏。你就考虑我们怕不怕？那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怎么？啊，你自己是动物，你也怕动物？我也怕动物，不自己那么脏，还说严重洁癖？你怎么知道我哪里脏？我哪里脏？软动力耶！我跟你说，我就喷人呐。我就是，比方说，人家讲说给胡辣也塞什么养颜美容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了，不管你用什么姜去。编呐，就怎么，我就觉得很恶心。有一次，我们就点了给我大家吃嘛，哎呀，就不吃。啊，后来我问他啊，我也接受，他说那个熟的我不敢吃。对对对对。喂，李佳颖，这个你不用接。我住鬼王不爱家啦。然后我很怕毛小孩，毛非常怕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唯一啊，这么多年唯一毛的给胡乱你敢吃？太恶了吧！所以你知道吗？海胆是不是有点毛毛的？我也不敢。海胆没有毛啊？有啊，它表面有毛毛啊。对啊，看起来是毛毛的。那我到现在，这现在已经半百了，我没抱过猫。我光对我只要毛，我就觉得好害怕。哎，有的是毛骨悚然呢。啊，连汤都要烫到会要烫嘴巴的才可以。我连吃的都没吃在啦，对不对？有毛的你都会怕，我都不相信。我常常看我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有毛的，有毛的我。
就喜欢了。对。怎么了？真是什么朋友啦，大哥？真的不要开玩笑，我真的我曾经哦，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我的头，你看。挑战开始。哦，这么突然！哇塞！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哎，你好乱哦！哇靠！我最要看，又是这个脏东西哦！真的好可怕，好恶心的，好，你要干嘛？我跟你讲，如果觉得恶心的话，刚好我们有准备舒压小礼物要送给你哦。什么？很棒哦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舒压小礼物出场。哇，好疗愈，好舒压。哇，要戴上去才安全哦。没有啦，我连手套都不要了。兴奋了，想要停在你的手上。好，摸摸他的老鹰毛，请摸摸他的老鹰毛。不要老鹰毛。哇，可爱呢。好，真的，真的好。哇，喜不喜欢今天的服务呢？不喜欢。还是想要再下一个小动物出现呢？不要了吗？那文文姐，希望你满意我们今天为你的服务哦。好，谢谢。不要生气哦。哦，请问有要加节吗？我的，我不要加节了。够了，够了。好，谢谢他们掌声鼓励啊！哎，谢谢老鹰，谢谢老鹰，哎呦哎呦！你是训练师？哦，真的，我眼泪。没啦没啦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廖帅廖帅，哦，够了。今天有人垫档了，惩罚吧。我要惩罚，愤怒值你自己看呐。哇塞，我是压力，不是愤怒吧？已经真的快抓狂了，爆表了。而且刚刚我有仔细观察，就是其实洁癖那边出来的时候，那倒还好。真正对真正解下的地方是就是动物，尤其是刚刚摸那个阴毛的那一个毛，哦，老阴毛，对啊，真的真的没办法，你也惊哟，哦，很怕，啊，你是惊啥？人生要克服啊，很可怕，我就常讲，眼睛怕尖的东西，你就摆一堆尖的东西在面前就不怕了，所以要经常受训，对对对，当武行那不怕了，对对对，哎，沙牢叫你跳了，什么沙牢？你要砸沙牢嘞，砸沙牢，哎，几牢几班？几牢几班哦？砸沙牢，砸沙牢，底下大概就是那个大电箱了，什么那纸，哦，那纸盒箱什么弹簧床什么。都要弄到大概两层楼到三层楼那么高，你十三楼就这样，十三楼就这样，就联合报那里啊，哎呦，就下来了，没有，我有阴毛，没有，我有阴毛，我们知道，我先，不是，我先讲哦，我小时候我弟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养了一个天竺鼠，知道多夸张，他就把它放养，然后我进去呢，那个灯暗暗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进去他房间拿东西，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。然后踩到一坨软那个软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你知道吗？就龟缩，就赶快跑掉，然后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就他一回家，一打开电灯，他就尖叫，然后就说：“妈，为什么我的老鼠脸都歪了？”然后就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然后虽然我没有亲眼目击，可那对我的冲击太大，所以我从此有毛的，我都好害怕。那还是要克服啦，没了，慢慢克服嘛。人家为母则强，对不对？当妈妈以后，把屎把尿都靠妈妈。所以我全世界只要是看他是一个母亲推娃娃车，我过去都九十度去推，因为我担心会怕是自己的骨肉嘛。哪有那么严重？你担心太多了吧？好，等一下，因为你这个超过七十，假的，喝一杯甘霖凉茶。甘霖凉茶让你压压惊。
的啦，他笃定要喝的，等一下给他一个吸管，你带去旁边慢慢喝。好 ，OK， 来来，喝一口，感受一下，喝一下。退火了，很棒。这个没有在整的了，赞哦，真的是干净的，好，干净的，来。